Hello， 大家好，我是克罗的派。惊悚与神秘消失的搭车人。OK， 那么这里是哪里？哦，对，我们拿到泰迪熊。哦，对了，上次我们要干嘛？我知道了。哇，好多东西啊！喂，如此看来，那个男孩之所以会变得异常疯狂，都是巫师一手造成的，一定是那个男孩画了那些死亡之画。换句话说，他就是那个杀手，太可怕了。可是那个女孩克里斯蒂，为什么他会陷入到这一场危险游戏之中呢？对，就是这个符号。我们上次在一棵树上面看到一个死人呐、啊，不是一个死人，他回似乎是回忆到一个死人，我不懂。然后我们有这个符号，这个东西的话是前面的，过这座桥，然后上这个，上去，进去，这里。对了，非常恐怖的东西。首先是一个好像剑的东西，一个好像剑的有吗？哦，对这个，然后一个草啊，对了。然后一根，我懂是哪一个？对了，然后，哦，各位要心理准备，因为他上次说了这个下面好像是埋藏着，不懂埋藏着什么，好像是埋藏着一种尸体啊，我不知道。哎，不对吗？哦，不是这个 ，shit。我不懂下面是什么，各位。哦，What the fuck is this？ 我可以跳过吗？我可以跳过吗？他妈的！那是什么鬼？什么鬼东西？没有了，要看吗？我怎么可能会敢看？他妈的，怎么可能敢看 ？OK， 我们来看啊。有什么办法？不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可以回去了。OK， 我们上次是在他的头上面，不是头，在上面这里，最上面这里有装的那个红酒。所以他这作为刚刚倒出来的那些是红酒来的，不是血，是红酒。OK， 所以现在啊，冇嘢嘅，妈的吓死我！约翰，我希望你能读这个。我知道，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你，在你内心的深处，你绝对不是一个冷血杀手。我发誓要帮你摆脱诅咒，我们都会帮你的。我会去跟奥兰多神父谈谈，我敢打赌他肯定对你的发现有所了解，他对这些古墓做过仔细的研究。他在哪里？他肯定需要急需救援，先把这里调查完，要快。啊，没有东西啦，这什么？油罐搞屁。也是这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问，这里什么鬼啊？我这里是要干嘛？我来这里。为什么？我不明白了。哦，对了，提示，现在是要做什么呢？提示，现在要去哪里？那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想办法回到小镇。哦，任务剩下一个罢了。想办法回到小镇。哦哦哦哦，这东西锈得太严重了，能有一滴润滑油就好了。来吧。有了，哦，啊，又来了，哇，这次是加游艇，这么旧，你敢加吗？这么旧的话，哇，这里更加多，哦，哇，来吧，装一下，装。哎呀，好白痴啊！撞到之后要怎样？撞到之后就不能动了吗？哦，坏掉了喽！喂，
哎，天好像越来越暗了是吗？感觉上天好像越来越暗了。哦，有星星啊，我的天啊，越来越暗了，天黑了。No， 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小镇，返回华灯小溪镇，快丢 ！No， 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了，我一定要回去救你，我一定要回去救女主角哦，撞船了 ，fuck，shit， 我一直想着要回去救女主角，结果翻船了，差点翻船了，他妈的，我真的是不能驾船，一驾船就完蛋了。哦哦哦！哇哇，好帅他妈的！要到了吗？那什么？用向前的方向箭头向前移动，用左右的方向箭头避开障碍物。OK。哦，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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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到了到了到了！手电筒好暗啊！到了，要跳过谜题吗？不用了，我们都已经到了。到了，哦呦，这里什么鬼东西？哎，这里哪里来的？喂，丢你阿布！拍照拍照拍照！哦，上帝啊，希望他没有把那被掉，希望他没有被掉下来的大石头压在里面。他手上那个红色的东西是什么？有点意思，看起来那可不像是用来挖矿的用的工具，不像吗？他说什么啊？哎，他一定是离开了小岛，又回到了城里，似乎是去了教堂。谁知道我在那里能找到些什么呢？但我一定要继续追踪他的踪迹，直到最后。无论前面隐藏着什么阴险狡诈的陷阱，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们的主角似乎头脑很清楚，我们的主角真的是应该是有个很好的头脑，可是我没有啊，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太多人要记了，我只是记得克里斯蒂是女主角罢了。然后这个他说希望他没有被掉下来的大石头压在里面，你是想得美，最好是没有，最好可能没有。想清你这些岩石只能用炸药，来吧炸药。我觉得用钥匙打开这个板条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不要。现在去哪里啊？喂，我们的船有砖头，又要找东西了。哎，这什么？软木塞哦，软木塞。有没有个瓶子这里？哎，哇，这里的音乐好大声啊！哦，对对对，这里，哎呀，湿了。洋葱、螺母、叉子、鸡蛋、荷叶、手套、熨斗，找的东西都是我明白的。可是螺母是什么？荷叶又是什么？荷叶跟螺母是什么？犀牛？哎，我找到熨斗了。哎，我知道鸡蛋，为什么它的鸡蛋是青色的 ？What the fuck？ 它的鸡蛋是青色的，好可怕！哎，它找到荷叶了。来提示，节省时间。哦，叉子找到了，犀牛。啊，找到犀牛了，手套。鼓风器是什么？鼓风器。哦，来晃了。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是打开板条箱，给矿井开出一条路，想办法回到镇子。
对啦，就是这样。我们的真的好多人啊，我真的不明白啊。哦，鼓风器找到了，手套还有螺母，螺母到底是什么东西？螺母，手套我也找不到哦。啊，看我一说找不到就找到了，手套，螺母到底是什么？螺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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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螺母了是吗？这个是吗？果然，对了，螺母就是那个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总之我知道是什么，可是我不懂要说怎么说。好了，这个是手钻，手钻。手钻能打开吗？不能，这里呢？哎，可以耶！哦，炸药，甘油炸药，点燃炸药之后，我希望能有时间从这里离开。炸药是什么？火柴吧？在爆炸之前，我最好能快点，我最好快点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可以不要离开吗？你错呀，我可以不要离开吗？我就是要炸死在这里。你看他的线完全不会上去的，不管怎么烧都不会上去。哎，阳光了哦，阳光，不会爆炸的，你信吗？我一离开就爆炸了。哦，他妈的，真的。时间刚刚好哦。好，有什么？为什么要进去这种地方？又来了，各位，又来了。哎，这什么？没有控制感，无法对其进行切换。泰迪熊那里是要干嘛？各位，我们进去了。哎，好阴功啊！哎呦，这什么鬼？应该先安装好轴承哦，对，轴承，这个吗？啊，这个是干嘛的？我为什么拿这么多东西？爬梯，哎，爬梯的梯级是什么鬼？喂，好多东西哦。哦，继续走前吗？哎呦！我们来看看提示要干嘛。哎，上面有东西，那什么倒插控制杆。哦，倒插控制杆我知道，这里啊，切换了，然后呢拉这个出来吗？抓锁，哦，抓锁是前面要怎么放？这个是要怎么放？抓锁不是要下去吗？我们不是要下去吗？现在，哎，上面有东西，哦，他妈的，太高了，没有绳索根本爬不上去，那怎么丢？哎，丢上去了 ，what the？ 哦，看上去绳子很牢固呀，怎么会断了呢？幸好我已经爬上来了，这里，哇，神呐、啊，我们从井上。井爬了出来了，可是绳索断掉了。哎 ，hello， 教堂啊，这个是教堂。哎，你来看过来啊 ，fuck you！ 好可怕！这是不是克里斯蒂提到的过的那个男孩？看起来小镇仅存的。就是克里斯蒂，还有就是这个可怜又疯狂的男孩了。这里是教堂，我知道。然后前面，哦，这里是医院。喂，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医院建筑几乎崩倒塌了。我的妈呀！现在被晚上了，更加可怕。真奇怪，我怎么没看见这场大火呢？在小岛上应该可以看见才对啊。锁着的，我还没找到钥匙。你找到钥匙要干嘛呢？等等，哎，我不能回去，不能回去了，我不能回去那个老太婆的家了。要去教堂吗？
啊，各位，抱歉，我听一下电话。我听一下电话，非常十分抱歉。OK。啊 ，OK， 刚刚我听了一下电话 ，OK， 那么继续，我们要进去了是吧？又是这种地方，而且现在是晚上，更加可怕。为什么这种门是这样的呢？哦，一把生锈的旧锁，这里呢？哇，可以直接开了我这个东西。What the fuck is this？哇，铁棍，你的铁棍是这样子来拿的吗？所以，等等，我们要先去前面这里，还是要先进去？这个真的是难以决定。好了，我们就怎么呢？怎么样呢？要进去这里还是进去那里？啊，算了，前进。Oh fuck， 我选错路了 ，fuck you。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对这种，哇，哈哈哈哈，那些无法超生的灵魂用哀求的目光注视自我，祈求我能帮他们解除诅咒。这绝对不仅仅是个巧合，因为每座坟墓上的墓碑上都被画了相同的符号，有吗？每一个墓碑都被画上了相同的符号，真是恶毒的诅咒，有吗？哎，果然。那个什么？啊，雷火陨石。啊，我找到什么鬼爬梯的梯级啊？前面呢 ？Oh fuck！ 啊，克里斯蒂，这么说他真的死了？绝对不可能！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为什么？好可怕！哦不，亲爱的克里斯蒂，这绝不可能。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隐约有种预感，他已经死了。什么 ？Christine McGuire， 啊，我不会念。哇，1945年到1963年是1945年是五年，然后加13，十八岁就死掉了是吗？哎，没有。五加十三，对，十八岁就死掉了，他的坟墓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画上诅咒的符号的，而且上面的墓碑的一项牌，啦也不见掉了，不会念。前面还有路哎，我应该把小熊作为献祭献给他，好的。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可怜的姑娘。铁棍，这个泰迪熊是超级恐怖的，你知道吗？这泰迪熊，我们的一切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泰迪熊开始的。哇，这里好大，他妈的，这什么这么多东西？一撮铁丝，侧门被锁住了。啊，算了，回去教堂里面。哇，好够大这里。可是我又不想进去，里面太暗了。哎，算了啦。哇，玩什么现在？这里有一张纸，我看到了。又来了，死亡之画。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那个，哦，那个，我知道这个在哪里。那个什么水塔。看起来这里好像是放，应该是放置十字架之类的东西的。
从图画上看，这人运气真差，运气真差，本想逃离火灾，谁料到最后会从楼梯上掉下来，被栏杆插死了。这又是谁的宿命？好可怜啊！点燃的蜡烛图形的图案是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吗？要想弄明白，我必须使图案复原，并在其中心位置上放上某件物件。我终于弄清楚古墓那些神秘而又古怪符号所包含的意义了。在很久以前，那些曾经在此居住的印第安人用诅咒把杀敌人的灵魂束缚在这个死亡之地，以避免他们的鬼魂纠缠杀死他们的人。也就是说，所有死者都将永世不得超生，长困于此。亲爱的克里斯蒂，可怜的人，他是那么天真无邪。有时候我以为上帝已经抛弃了我们。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也就是白发人送黑头人了。我从克里斯蒂的墓碑上拿走他的遗照牌啦。我不能确定这样是否有用，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解救他的灵魂。真怕我来不及做完要做的事，因为我已经发现了画有我死讯的图画。但不管怎样，我要尽力尝试。祭典要在夜晚举行，而现在是下午，我还得去一次中塔。上帝保佑，请赐予我力量吧。啊，什么？这一年里死了这么多人，我肯定这一和那死亡之花有关系。我必须尽快阻止这个邪恶之灵，否则下一幅图画很有可能就是我的死亡之画。这和我在地下室看到的一模一样，这难道就是巫师之魂长存不死的图腾符号？对了，我们这里需要的就是那个符号。中塔，去中塔。哎，中塔不是在这里吗？啊，对。现在是要干嘛？搞屁啊！现在 ，What the fuck？ 哦，铁棍。哇，神呐、啊，好神呐、啊！啊，找东西啊，算了，我不找了。啊 ，OK， 各位，今天也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现在再继续更多的惊悚与神秘消失的打车人。大家再见，拜拜。好复杂这里的东西，我乱点都点不到啊，点到了。好了，大家再见，拜拜。